冷冻车中拿出一包包鹅肉，19号清晨开工，职工们马不停蹄搬运食材。一锅又一锅，酸菜猪肚汤冒出白烟，煮好后用保鲜膜层层包覆，防止外漏。还有香喷喷的控肉卤到入味，这多达750桌，7000多份的海陆大餐，有菜有米糕，还有喜香逢。 通通都要赶在吃饭前烹煮完成，追上妈祖銮轿。我们差不多礼拜一早上8点开始，先事先的作业先做完，啊，我们就是等你停假，好在路灯卡用餐。 白沙屯妈祖进香第二天，队伍有望抵达彰化。彰化市白沙屯妈祖联谊会维持38年来传统，开办宴席，招待香灯轿。 超过40位志工，20名厨师，合力在9点半前让餐点大功告成，出动8台大货车，满载佳肴出发前往台中，要让香灯脚能在妈祖停假时饱餐一顿，有活力继续进香之路。民视新闻刘文华彰化报道。